了吗？给你竖个大拇指。四人银子总会发光。十二生肖围着一个春笋。字母 E 加上这个有信这个工厂粘的吗？哦，华子中间一个叉，这个作品代表什么含义呢？这是什么车的标志？
像一个茅草屋的屋顶。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人，底下一横，念什么？从。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。那念什么呀？念双人床。冲。一个字母 E， 2024年。大家觉得这个像二还是像字母 Z， 大写的 Z？ 这像不像一个挎包的造型啊？一体的锤子啊，好重，哇，真的烫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燃烧的蜡倒到这个水里面，看是什么反应哦。哇，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，兄弟们，就看现在这个蜡燃烧的状态啊，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的把它快速的灭掉呢？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到地板上，看它能不能灭掉。哎，到地板上瞬间灭了，但是盆里的还是没有灭，又灭了，倒光了还不灭，还有点残余的，它要烧完了。